你们看，关中武的尸体上有很多淤青和伤痕，证明他生前一定和一个人进行过激烈的打斗。可是他实力并不弱，镇云海市没几个人能赢得了他。 他脾气不大好，我是知道的。仇人还挺多，据我所知，城东就有一个叫赖三的，城中还有一个叫孙清的。一刀致命，伤口还挺深，但是可以排除不是被偷袭。那就是打架斗殴。不会吧？他刚当爸爸没有多久，他每天都围着他们一家老小转，哪有时间去打架斗殴啊？再说了，那个孙清还有那个赖三，也没有能耐可以杀了他。那是谁干的呢？哦，对了。 今天一天的时间发生了两起命案，在关中武死后，郑龙寺的武僧程海也被人杀了，而且他死相挺惨的，骨头都被人打碎了。什么？你派人去了没有？已经过去了。奇怪。报告局长，刚才叶会长打电话过来报案，说叶远志被人抓走了。这，知道了。是。 关中武的死和你弟弟的失踪，很有可能有联系。云长，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和你弟弟见面是什么时候？记得啊，在医馆。哦，刚刚在家门口听到有人叫救命，好像就是远志的声音。你早不说，走，走。救命啊！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你喊吧，外面根本就听不见。 你胆子够大的，还敢写勒索信？我今天就让你好好爽一爽！我是叶修史，我要见上官清。叶会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家老爷已经歇下，不见客了。放肆！上官清，你给我出来！有什么话我们好好说。 看看有没有其他线索。 真的吗？你快去帮我告诉他，你就说我有要紧的事让他帮忙，快去！知道了。你们到底找到没有啊？没有啊。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凭空消失啊？会不会不是人类干的？别跟我扯。不是人类干的。 真有这个可能啊！你们这儿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强人天，我知道他在哪儿，你快跟我来！回去！上官清，你不出来，我把你的房子给烧了！放肆！哎呀，叶会长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有请，您请。来，请。
是说你弟弟很有可能在上官家。别冲动，你没看到有人守着吗？我们不能直接从大门进的，他们有心抓人，怎么可能轻易放人？那怎么办？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吧。刚刚跟我说什么？没跟你说话。哦，我说我们就在这等着，等一会儿。关中武的事情是不是别等了，直接进去吧。再等会儿。凌晨，快跟上他，他知道在哪儿。梅娇，我弟弟。两位请。是多年不见的故人。父亲，我想上厕所。去吧。这位少爷，请跟我来。不用了。请进。云长，你来了。赶紧分头看看吧。
打了！住手！东西放下，拦住他！远之，远之，拿着。好疼啊！疼吗？疼。远之，远之，没事吧？伤着没？特别疼吧？快一点啊你！好好好好。没事没事，远之，姐来了啊！疼吧？云长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回去。哦。照顾好他们。姐扛你。带你回家，来，回家了啊，远之，走，接地主啊。我看出来了，上次就是你带人攻打神木族的。是又怎么样？既然你主动找上门，我们就来一个了断吧。弟弟，我这次来不是跟你打架的，我们毕竟是亲兄弟，却因为一个族规而反目成仇。父亲的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不高兴。以前的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就不提了。只要你想回来，神木族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老爷，下去吧。是。怎么这么久？拉肚子。不愧是你的主，都挺爱管闲事。哎呀，远之啊远之，怎么伤成了这样啊？你还说，如果不是你让他写那个破信，他会搞成这个样子。是我不好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反正远志的伤也不碍事，但你记得，这件事情如果透露出去，咱们叶家人谁都别想活。我不说，我不说。云长，以前都是小妈的不对，小妈嘴不好。哎，小妈对不住你了。好了，小妈，你别这么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，我的那首诗是不是起作用了？什么诗啊？我没收到啊。我给你写的那首，谢谢你啊，乔振天。我们一家人，不说两句话。谁跟你一家人？不提了。
谈何容易？当初你抢走我族长之位，又对我跟小蝶赶尽杀绝，现在又来假慈悲，到底安的什么心？胡说！如果我要杀你们，可以光明正大，何必偷偷摸摸？当时小蝶好生生的，为什么突然中毒？肯定是你下的毒。本来我也不愿意跟你计较，我用青囊术保存了小蝶的尸体20多年，就是为了能让她复活。好不容易我拿回了一个圣果，而这圣果居然无法让他复活，反而让他尸骨无存。圣果居然无效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在小蝶的身体里发现了一根长钉，正是这根钉子让小蝶无法复活，连小蝶的尸体都不放过。你太狠毒了，叔叔。叔叔，父亲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。如果我做了这些事，就不会来找你了。你不用狡辩，今天我们来一个了断。父亲绝对不会说谎，难道除了父亲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人对沈春下毒手吗？让你死得心服口服。你为了救小蝶竟然不惜暴露神木族的存在，带着人间的火枪队攻打神木族，这一点你做错了。这也是你逼我的，我并不选择。念在你我兄弟之情，我让空禅给你一枚圣果，也是想让你回心转意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放弃前嫌，重归于好。重归于好。我如果回到神木族，是生是死，哼，不是任凭你们摆布。我告诉你，神木族的一切我已经不放在眼里了。
父，文轩，星辰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别让我父亲看见了，我们赶紧走。你放心，我们刚从你家里出来。伯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本来想找你父亲化解前嫌呢，但是没谈拢，还差点打起来。你们还不了解父亲的脾气吗？别跟他计较了。文轩，嗯，你气色怎么这么差？我给你看看。星辰，嗯，怎么了？莫南月虽作恶多端，可他的儿子是无辜的，竟得了这种病。父亲，文轩病得很严重，如果我不救他，他性命不保。你诊断出是什么病了吗？像是心脏疾病，但更像是被人下了毒。虎毒不食子，应该不是他干的。父亲，我想多留几日，帮他好好看看。他也算是我们的亲人，我不希望他真的出什么事。你想留下也行，但是得先答应我，等这件事解决以后，你立刻回神木族和月影完婚，然后继承我的位子。父亲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我已经老了，该由你来承担重任了。等你把事情安排妥当后，我就可以做个太上长老，到时候就可以专心负责练兵，守护神木族，免得像木南月这样的疯子再来惹事。我答应你一件事了，记住，治好文轩的病，立刻回去，不得耽误。是。去吧。他们什么时候到？哎呀！哎，表哥，尸体已经被停到停尸房了，走，走。
脏器多处破裂出血，左臂骨折，像是跟人搏斗的时候被人打死的。那就不是死于偷袭了。废话，被打成这样还偷什么袭啊？不过这个武僧程海功夫是相当了得，据说七八个普通人根本不能近身的。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，这个杀手的武功得比他还厉害。能把他杀的那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好歹他也是云海市高手排行榜的第八位。他也在排行榜里啊？嗯，之前关叔叔也在排行榜里。难道说？说一下那个排行榜的情况。哦，云海市坊间呢一直流传着一个高手排行榜，上面记录了排名前十的高手，排名第十位的关中武，排名第九位的无常居士已经不在了。第八位现在躺这儿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杀手想杀光排行榜前十的高手，挑战武林第一的位置。如果他真的是为了挑战武林第一的位置才去杀人的，他可能还会继续作案。对，那这么说的话，下一个目标肯定就是排名第七的高手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第七是谁啊？第七是乔。乔厅长，你爹。什么？啊！我得赶紧回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走，表哥。没看错人，你的确是个好姑娘。叔叔您过奖了。之前震天有些事情做得不对，得罪了你，实在抱歉。你不要介意，我知道他是真心对你好。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跟震天现在就只是朋友。他之前为了想跟你结亲，用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。叔叔，我现在不想考虑其他的事情，只想经营好我家的医馆。还有就是，您受的伤不轻，要注意休息。爹，说这些干嘛呀？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找到凶手。说得对。这个人武功很怪啊，像是东瀛武术，但是他又掺杂着中华武术的各派绝招。看不出他的来历呀。难道是日本道场的达山传月？那个引流社的天才少年？不可能啊。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赵叔，你赶紧叫人来，要24小时巡逻，千万不要再有凶手钻空子。是少爷，我这就去办。叔叔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回去了，您好好休息。好，震天，送送叶小姐。哦。行了，走吧。走啊。
难道是云城在等我？天瑶，星辰，星辰。